所也举办了福兔迎祥庆元宵的晚会活动，地点呢是在北埔火车站前广场。除了安排乡内各社区及部落团体热场表演、猜灯谜，还邀请到五位知名艺人精彩演出。乡亲们期待的摸彩助兴呢，更是让场面高潮迭起。新人乡2023福兔迎祥庆元宵活动10号在北埔火车站前广场热情登场。这场元宵节晚会活动自傍晚5点开始展开，首先邀请乡内各社区及部落等团体热闹揭开序幕，包括康乐社区发展协会、布农族家政班等精彩表演，获得在场观众热情掌声。艺人陈彩杰也连续唱出多首舞曲来炒热现场气氛。看来艺人唐丽也以青春阳光的活力和大家一起来同欢。艺人苏慧也邀请向着弗丽塔来高歌一曲《故乡》。我们都是一家人，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们一起努力，再创快乐幸福的漫播星辰。李台再次的代表公所的团队，今天是小年夜，向各位拜个晚年，祝在兔年兔归台金银财宝增加处，大家都能够健康，大家都能够幸福，祝福大家，感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几位副官旗在一天当中从富里乡一直到最北的杏仁乡来参加元宵节活动，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欢乐。善良的家人，还有认真的乡长、认真的议员、认真的伙伴、认真的村长，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家人为我们自己掌声一下好不好？现在许宗伟也在9:30赶往现场，也向他的致意，快乐天天怀着感恩满足的心好不好？知足常乐，尤其是天天要到文件站的就要到文件站，天天要到福气站据点的就要去，因为你的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也是花莲县建设的原动力。当然何以才表示祝福在场乡亲元宵佳节快乐，这个晚会活动在乡亲所期待的摸彩助兴热闹气氛当中圆满结束，而为得奖的民众则是获得精美的赠品，大家一起欢度元宵佳节前的小年夜。记者邱宏一前报道。